喂，菲菲，我跟你说，《山楂树》那个电影我已经看完了。你，我以为你不会看呢。正好有空就看完了。唉，那你怎么叹气？我现在终于发现了，搞勘探的男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。你是在逗我还是？ 不过现在听起来你心情不错，我就不操心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两台仪器已经准备下水了。真的？我刚忙好科研日志还有医药仪器的数据呢，现在有更好的消息，我真的好想回去。嗨，等你回来都已经下水了。这期肯定不会的。放心吧，你不用急，你不回来也可以的。我还是得回去。 那就等我回去，带你一起来吧。你这几天就回去啊？嗯。还是第二个勘测点的事情啊。哎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我得说道说道一下。总之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得到别人的许可才行。但是能买岛的人不都像叶海这样的吗？那个，我到时候再打给你。哎，菲菲。 说你呢？说我什么呀？就是说你好像有一个岛的人。哦，说对了，我今天还就真的差一点得到一个岛。怎么看着我干嘛？啊，想继续啊？不是那个，我想知道私人海岛的业主是你吗？是啊。 真的是你吗？怎么？我不能有岛啊！我有岛很奇怪啊！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第二个勘测点的业主是不是你。好呀，刚亲完我，又要去帮那个白月光是吧？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。不是，我只是关心，我是怕你们到时候又掐架怎么办？就说嘛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帮谁？ 你先说，我再说。不是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你帮谁？肯定不是帮你了。什么？没听见，大点声。帮谁？你要帮谁？安飞，别总待在病房。别瞎闹。谁胡闹了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，回家调养吧。那这位先生，请跟我来，我们去办手续。 将加入备受关注的 NE Online 气象能源节目，欢迎收看。喂，姐妹，下节目啦，我出院喽。哎，我刚下采访，可是心情好差呀。网站一直在筹备江直新节目的事情，又没我啥事儿。哎，你看我节目了吗？真有这么差吗？ 哦，我正在看呢，那个海洋展里你跟我去呗。哎，我就看过了，可是我真不感兴趣啊。哎，估计你挺感兴趣的，里面有个展厅，好像只对小部分人开放呢。有什么？嗯，那你别跟别人说啊。我那个时候看见他们在调试，像是一座岛，应该是能源岛吧。能源岛，在他那个海洋展里。 我感觉吧，他们这次主要目的就是奔着海清气来的，而且态度很明确。我估计你和你的墨良哥啊，以后要么就是敌，要么就是友了，反正都不好对付。不是，你说的好像开了一个能源节目，还有个海洋展，你就能打得过墨良一样。哎呀，你见过他一次就不这么说啦。好吧。 是被洗脑了。哎，是你啊？哎，
好久不见了。坐那助理来这干啥？哦，我来旁边的公司办点事。哈，叶海的助理果然是忙啊。你都知道了，我之前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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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在你当初帮过安飞的份上。你在这干嘛呀？刚采访完江直啊。哎呀，人家现在是火了，制作组还要为他筹备新的节目呢，为什么这种好事都摊到我头上呢？那你想干嘛呢？节目策划呀，之前做的几个提案都没有下文了呢。我好像认识你们网站的一位领导，改天有机会帮你推荐推荐吧。好啊好啊，行行行，那我请你吃饭怎么样？哈哈哈哈，走走走走，我们边走边说嘛。哎，不，我事还都还没办呢。哎呀，走吧。不是，走吧走吧。我今天真有事。怎么了？哦，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知道我哥和林华英为什么过来找我了。之前没跟你说，是我还没了解到对方是什么人，今天才知道。莫良他们知道岛主是谁吗？我猜是不知道，但应该有些察觉。行吧，先找到 C， 我让徐普去希腊也找他。好，安德鲁我也还在追踪。你不要想着跟他去，你只能跟我去。这什么？你们科研人员搞的新东西，故弄玄虚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门票很难搞的。那好吧，我准你跟我一起去。一起去啊？准你跟我一起去。你捏我的脸！哎，那个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到，没注意。安飞，咱俩商量件事儿呗。什么？咱们休战一阵子。我没有真的要跟你吵过架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要一生气就不接，不要一想到莫良就离开我，不要下雨。更不要让我看到暴风雨。知道了，我的夜是大海。你想我吗？我想死你了。嗯，对我什么时候这么热情就好了。哎呀，你们俩总算回来了。小叶，伤得怎么样？来，让阿姨看看，到底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对啊，阿姨，他这个伤到底怎么回事？安飞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天太可怕了，就在这客厅。张姨，我这不没事吗？你也看到了。那一天啊，我们就是遇到一个小偷，不过呢，三两下就被我制服了，我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啊，厉害，哎，厉害！现在啊，这位才是真正的病号，肺炎重症患者，需要重点观察，重点保护。啊，
阿飞啊，小叶，你们俩不会告诉阿姨是一块从医院出来的吧？嗯。哎呀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已经完全好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两个孩子就是让阿姨不省心。这样吧，你们想喝点什么，吃点什么，阿姨马上给你们做啊。阿姨做什么都好吃。哎呀呀，你看你这个嘴甜的，来，咪咪过来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们啊，去给他们做好吃的啊！哎呦喂，马屁精！哎，我来。奇怪了，他们之前一直不对付，难道？这个小灵物起作用了，哎呦，真灵！哎呀，真是奇怪啊！今天我做菜的时候，有个人啊过来跟我说：“阿姨啊，别放酱油，他头上是不能留伤疤的。”哎呀，还有一个人又过来跟我说：“阿姨呀，菜不能做的油腻腥了，他咳嗽还没好。”谢谢啊。哎，奇怪了，这么多天没见，你们俩怎么那么默契啊？哪有？还说没有啊？哎呀，我给阿姨夹的，做菜辛苦。谢谢啊，阿飞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南海回来就别去了。你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那个小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心神不宁的。是吗？是啊，都没有人骂我扫把星了，我特别不习惯。所以以后你别走了。那可不行，那儿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呢。一个助理嘛，还是个实习生，能有多重要啊？重不重要？不是你说的算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现在拌嘴跟过去都不一样，那么默契温柔了啊。哎，月没住够啊，谁让你洗头了，滴着水到处走啊。我洗个头需要听你吗？以后你什么都要听我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过来。去哪？飞，你真好看。说什么？我说你住院这么久，生这么严重的病，脸怎么还是圆的呀？你，行了。你可以睡觉了。这个肺炎得的真不好，连亲一口都不行。好吧，那我先睡了。真舍得我走啊？是你让我睡的呀。或许你可以让我陪着你，一旦你半夜再晕倒，也有个人照顾。没事儿，我要是出事，我可以叫张阿姨或者咪咪啊。好吧，那有事儿叫咪咪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吹头发的时候，我说的是，你真好看。
你来了。对了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用。你想问，如果叶天拿了属于你的东西，你该怎么办？所以我给你的忠告是，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兄弟情。那，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？靠抓阄，是个非常好的办法。抓阄？你开玩笑呢？就是完全靠运气那个东西啊？当然，你和叶天也可以试一试。你让我和我哥解决问题，完全靠抓阄？如果现在行不通的话，我再给你一个忠告。说，相信爱情吧。周兰，走啊！叶总，关于这个公证书，我可能得代表我老板来跟您谈一下。看你来这样子，他应该是没同意吧。今天就以律师的身份来跟您谈，我觉得我还是亲自来跟你谈比较好，所以避开了其他律师。好，请坐。想什么呢？我就在想，江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做了十几年的研究，一直默默无闻。肯定有什么秘密吧？这么一入，更好奇了。再说他那个岛真的有我们需要的吗？他的岛？你看啊，我们在寻找第二个勘测点的时候，需要联系上私人海岛的业主，他刚好就回国了，而且他一直在关注着我们实验室的所有动向，还上了那个节目。我从阿明那里也打听了一下，他这个海洋展主要的目的是一组。你做什么呀？反正你觉得他会不会同意？人家的岛凭什么借给你们呀？这可是造福子孙的项目啊！造福子孙，安飞，我真是被你这科学家的气质就给吓到了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同意吗？我不同意啊。你自己那个岛呢？那我也不同意。如果我不同意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熟悉。来点新鲜的。行，那我跪下来求你，求到你同意为止。行行行，你要我怎么求怎么求。徐社，听说你很优秀啊。平时生活里
帮小海打理他的生活、工作、花边一切的事物，有没有想过在另外的地方发展一下？啊，哎，我还听说你以前金融做的也很好嘛。叶总，我今天的身份是律师。你看，今天又是律师，多喜发展。我们瀚海啊，有很多地方需要你这样的人去改变。你这是在倒戈我吗？你说什么？倒戈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那是我亲弟弟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叶凯不适合来出面谈关于这座岛的事情。我看了你在公证书上提出的要求，但其实这座岛只有使用权，并非私有，更谈不上在你们兄弟之间做转让。所以我谈的是管理权啊。反正那也是座无人岛，对小海也没什么价值。这我倒不觉得。你说叶峰董事长把这岛搁置了这么多年，你能说他是没用吗？我倒很好奇，叶总会怎么使用它。我也没想好我要怎么使用，但是主要有一个原因，你知道吧？小海最近脑子有点问题，我姑且当他前几次发疯都是应激障碍，可以后如果再发疯该怎么办？这您误会了。还有，这座岛在平衡瀚海和穆森之间有重要的作用。小海如果回来，一心是为了瀚海，他也能理解。我会转告。我这还有点事儿，就不留你了。好，谢谢叶总。等等，西彻律师，你的名片。喂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天江直的展你还来不来了？你们穆森选的人我向来都没什么兴趣啊。他可是特意让我邀请了叶海，你就不好奇啊？等我一下。莫良，你看这个装置像不像以前我们做的那个？对啊，真的很像。哎，我记得那会儿带菲菲来我们研究院玩的时候，她看到这个装置还研究半天呢。她一会儿见到一定很感兴趣。啊，对了，你说那个只对于个别人开放的展在哪？不就在那儿吗？还有四点开始，你不会看邀请函吗？这有两个通道，走哪个？导览图在那儿，不会自己看。别跟着我，烦人。错了还不行吗？不行。死亡人数达30万。
鲨鱼好可怜啊，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再去浴室了。我哥呢？你一人来的？你不也是两个人来一个人看吗？我觉得这个展览应该让你爸来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海上开采石油，无数的鱼要么被震死，要么绕路被累死，稍有不慎造成石油泄漏，整个海面上就像铺了一层柏油，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造成燃烧，最少持续几个月。海洋目前的生态状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。行吧，你在这儿好好反思，我先撤了。喂，叶涵。哎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好震惊！哎，你干嘛？叶涵，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。刚才一直跟着我，好不容易甩掉了。是吗？那为什么躲起来呢？一起去打招呼呀，顺便祝贺一下你们音乐会成功呗。真的？真的呀！现在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想到那个粉色裙子。我真的，你干嘛？叶海，我还没看完呢。江直下午4点才出来，我们到时候再回来。那现在去哪儿？买衣服去。提，回头来不及了。我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，我可不想当你的某音。那天他跟我聊到关于岛的事儿。什么？他跟我说我哥对我爷给我留的岛非常的感兴趣，可我对那座岛呢了解非常的少，所以他才把我拉过去聊的。那实验室有人找你说借岛的事吗？没有。那就不是你的岛。什么？我说我不想去那家店，现在还能想到服务员的脸。带你去当然不是单纯的买衣服，带你报仇去。后面白色的袋子。把这个穿上，让我拍张照片，就当你报答我了。这个颜色这么小，女人怎么逼着我去偷买啊？我不穿，不穿。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就这么一个要求。你想，我现在换一套衣服再回去，不知道的人觉得发生了什么。哎，之前怎么说的呀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不哭了，不闹了，不吵了，不跑了。是这么说的呀。那还说什么了？
什么？继续啊。带着安飞呢，他应该跟朋友出去玩了吧？不会，他最喜欢这种展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哎，这样吧，要不我去门口等他，你等我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喂，莫良哥，我刚才没接电话，我在路上，很快就到。啊，行，那我就在门口等你啊。啊？不要，没事，一会儿见。我先去了。你干嘛？穿我买的衣服搂一下都不行？想得美。来了。啊，我。怎么样，身体好点没有？多照顾自己，不要又感冒了。会的。那我们进去吧。菲菲，我出来看看，看你等到他没。看起来气色不错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嗯，好了。走吧。走吧。你说。不要问我他在哪儿啊。你以前不是一直盯着他吗？你今天就不关心他会不会来啊？我看是你比我更关心吧。那你上午干嘛不拉着他呢？我上午。他居然买了那条裙子，这么贵的裙子穿在他身上还是丑。别在这儿捣乱啊！你看他穿的是什么？你现在有心情去关心这种事吗？我关心啊。友情提醒你一下，这是你爸给江直准备的展，你如果想捣乱的话，你随意。他觉得我听不到吗？我真的，我就是说我不应该穿这个衣服的。别这么怂了，你今天不穿留着过年穿。大家都瞄着我呢。谁瞄你了？明明看我呢。你看都穿得这么严肃。他们是穆森还有瀚海的投资方，这个厂子不一般呀。被发现了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。让大家等候多时了。莫博士，幸会呀。幸会。有人害怕我们重复悲剧，造成当下的不幸，
但历史总是在不尽的相同里循环，自然亦如是。你们学地质的开场白铺垫都这么长吗？你看谁还会这么说吧。纸干嘛呢？他刚才看你笑啊。我非常佩服莫博士的勇气，探索这个70%被海水覆盖的星球，经过数亿年的酝酿，赠予我们海氢气。看来他也对海氢气感兴趣啊。许多年前，我们探测到一块海氢气实验田，当时只知道它是一种转化率极高、可循环低耗能源，只因为种种技术原因，这块实验田我们就没有继续开发，只留下了一些零星的资料。哇，果然啊。果然什么？你果然上当了。啊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岛？那既然他知道这个岛，他为什么不去自己开发？他不是这方面权威。他可是你爸找过来的。我照做啊。你呀，猪一样，真是。这是我们多年前拍摄的反射图，预计能有两个大巴尔干油田的储藏量。所以说，江教授，你也打算把那里变成油田吗？新能源的发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为什么还要拒绝新能源的全面运用呢？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而且是否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破坏？这位姑娘说的不错，人类能知道多少？难道人类害怕未知就停止不前了吗？明白，江教授的意思就是开采海星系的好处有很多，那您是愿意把很多年前的科研成果免费拿出来分享，并且拱手相让进行开采喽？不是拱手相让，是合作协作。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。南海实验第一次误探失败，我就急不可待地想加入进来，希望这一次能给予大家帮助。南海封锁消息你怎么会知道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是叶海。现在看上去真精神。很精神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很多事情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聊一聊。我对你非常非常感兴趣。